诸位同修，诸位同学，少忧少恼少病安乐行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请放掌。我们读这个经，一定要跟《无量寿经》48愿连起来看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不连起来看呢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殊胜美好，是阿弥陀佛、观音世智他们受用的，与我们自己不相干。如果跟48愿连起来，那就晓得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这个境界。原来经上所说的就是自己的身处住处。那我们现在我们的性德被无明烦恼覆盖住了，流露不出来，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承蒙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加持，把我们的性德也引发出来了，借着阿弥陀佛的功德智慧，开发我们自信的功德。所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见佛闻法之后，我们的受用与阿弥陀佛无二无别。在《无量寿经》上显示出啊，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。因此这个观经上所讲的一正庄严，就是我们自己往生到那个地方真实的受用。有很多人不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实实在在说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。知道好处，哪有不想去的？人人都想去，而且决定能去，这是最可贵的。那么性德显露的境界，诸佛刹土都是自性变现的，而我们凡夫能不能去得了呢？去不了，必须自己也破了几分无明，正几分自信，才能契入诸佛的报土。那就不是我们现在现前凡夫能办得到的。但是唯独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人人有份。那么到底怎样才能够真正在这一生当中往生见佛呢？这就是我们许许多多念佛的同修最关心的一件事。其实修学的方法，佛不但在五经一论里面跟我们讲的很多，在一切大乘经论当中，佛也常常提示。六波罗蜜里面所讲的精进，我们念佛修行要精进。什么叫精进呢？精就是精纯，精而不杂，也就是说夹杂就不精了。能够做到不怀疑不夹杂，这个精这个字才做到。那么不间断，不间断就是静，精进。所以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静念相继，这个静念就是精，相继就是静，一门深入，一门就是精，
深入就是进，所以我们就知道初学，我们初学最忌讳的就是夹杂，就是间断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。而且这个法门成功非常快速啊，我们对这个原理明白了，方法也懂了，可是效果没有得到。这个效果为什么得不到呢？可以从几个地方去观察。第一个就是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具不具足。具足呢，三字两，信愿行必定具足，深信切愿行，行就是会念念思维细念弥陀净土依正庄严，念念求生，而不是只有一句佛号念不停。古人就告诉我们，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喊破喉咙也枉然。那这就是念佛的方法正不正确，会不会念佛啊？如果这些条件都具足了，你自己会很清楚。很清楚什么呢？胸有成竹，那心里很笃定，有把握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佛菩萨乃至于六尘都做佛事。什么是佛事呢？佛者觉也，佛是觉悟的意思。凡事启发众生离开颠倒妄想，帮助众生开悟自性，这些都叫做佛事啊。所以佛事这个名词里面包含的意义也是无尽的深广。极乐世界六尘都能帮助人觉悟，都能开显众生的智慧啊。那么这是说明西方净土六尘说法。是为花作响，名第七观。这一句是总结观名，这是十六观里面第七观，花作观。佛告阿难，如此妙花，是本法藏比丘愿力所成。极乐世界啊，莲花怎么来的呢？莲花是阿弥陀佛本愿变现出来的。那弥陀有愿接引十方一切众生，那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莲花化生。那么十方世界的众生啊，有一个众生发真实心求生净土，那阿弥陀佛本愿就有感应。怎么感应呢？七宝池里面呢，就生一朵莲花了，就出生了一朵莲花。这一朵莲花是你专属的莲花，专门属于你的，不会有错。你念佛念得越精进，这花
就越来越大，光色越来越好。那西方极乐世界莲花这个大小不一样，光色不一样，这个大小光色怎么来的呢？是念佛的人功夫的浅深啊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花越大光色越好，品味越高。花小光色较差的啊，那这个品味就低了，这是念佛功夫浅深所产生的啊。那么如果你中途退心了，不念了，不想求生了啊，那这个花就没有了，花就消失掉啊。那这是阿弥陀佛本愿所作，那这是说明花从什么地方来的。若欲念彼佛者，当先作此花作像。这个彼佛就是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就是观想念佛。这个观想念佛要先观花作，为什么呢？观花作比较容易，观佛像呢比这个就要更维系多了。作此想时不得杂观啊，你的这个观想啊必须完全符合经典所说的，这才能相应啊，才是正确的。接应一一观之，一一叶，一一珠，就是前面讲的摩尼宝珠；一一光，一一台，一一床，皆令分明。如于镜中自见面相，就像我们啊一个人照镜子一样，看到自己这个面孔看得清清楚楚。啊，你观想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境界啊，跟前面一样，就是无论呢睁开眼睛或者是闭着眼睛，这个境界啊都在清清楚楚了了分明，这才是观成啊。所以这个十六观的重点呢，当然对经典所说的所描述的要熟啊，所以经文要熟读啊。另外呢就是专注心，定静心要专要静要专一，这些境界啊虽然微细微妙，就算我们观不成，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一正的庄严状况也有了多一分的了解，对于我们思维细念忆佛念佛也是很有帮助的。慈想成者，灭除五万亿劫生死之罪，这一句说的就是灭罪了。观想成就了，可以消业障灭罪业啊，这个灭罪的功能非常殊胜，能灭五万亿劫的生死之罪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我们必须要明了，罪业
就是妄想分别执着。你一心修观的时候，你一心在观想的时候，你整个心都在三昧之中，都在定境之中，你的分别妄想执着通通扶住了，所以你的罪业就降服住了。观的境界微细，换句话说，你观的那个心就越细，也就是说定力越深，所以伏烦恼的能力也就越强。我们从第一观日观一直到这里，可以说厚厚胜于前前。为什么呢？越是往后吧，它这个境界越细，也就是修的定力越深，那它伏罪的能力越大。我们自己学佛了，学这么多年，自己的烦恼业障有没有扶住，有没有减少呢？这个事情啊，不必问别人，自己反省检讨，依照这个经文我们就能够明了了。这个烦恼业障啊，就是贪嗔痴慢，这些贪嗔痴慢是不是比以前轻了？果然轻了，那你这个功夫得力了。如果这个功夫真正达到绵绵密密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精进，那这个功夫不夹杂不间断，这个伏烦恼伏业障的力量就越大。那烦恼业障虽然没有断，它不起现行，那这个境界就决定得胜。达到这个境界呢，那就是经上常讲的念佛三昧，也就是一心不乱的功夫了。一心不乱有浅深，那有许多的差别，那这是功夫浅的，我们所讲常讲的功夫成片，这就是成片的境界。功夫成片呢，就能得胜了，所以必定当胜极乐世界。那么这一句就是讲将来的利益。前面这个灭罪啊，是现前的利益。当生极乐世界，就是我们将来的殊胜利益。所以啊，这个罪障消除了，人就自在了。所谓烦恼轻，智慧长。这个是灭罪的相。我们凡夫一天到晚起心动念都是烦恼，都是分别执着，真的就如地藏经上所讲的，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，都是罪业。我们在历史上看到，只有一个人，慧能大师，只有他，他见五祖的时候，他老人家说，弟子心中常生智慧，
只看到这么一个特殊的人，他不生烦恼，他生智慧。那他这个心中念念生智慧，我们呢？我们念念生烦恼。那什么时候能够像他这样精进呢？念念能生智慧呢？那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，向这个方向，向这个目标精进。那在我们念佛人来讲，这个功夫比修学其他法门真的来得容易。那其他法门如果不是烦恼断掉了，这个境界不能现前。但是念佛人，我们常讲不需要断烦恼，只要把烦恼扶住控制住，这个境界就现前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这个法门是二力法门。那是二力，我们自己用了一分的力量，我们这个力量小，非常的小，大部分的力量是佛加持的，我们自己出了一点力量修行。但是这个法门特殊的地方就是得十方诸佛以及弥陀如来的大分加持，这也是弥陀本愿功德大分的加持啊，所以这个感应特别的殊胜，特别的快速。那善导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有一段重要的开示，我们把它提出来念一念。然后在171页第五行，从中间看起，无问日夜行住坐卧，身口意业常与定合。光秀山台中法莲净土学会之创立，传承依循十三祖印光大师敦伦敬奋信愿念佛之延续，客尊导师上敬下通老和尚，其弟子上部下广住持之弘法道场。本会会训一，讲经弘法，净化人心；二，持名念佛，当身成就；三，兴办文化慈善佛事，以利道德而善风俗。古德云，不忍圣教衰，不忍众生苦之理念，筹建光寿山法莲佛陀教育学院。光寿山坐落在台中太平悠悠云山中，沉云观音之圣地，愿景续建如佛讲堂、长照中心、有机农场等，引导大家修心养性，内而佛外而儒之修学方向，引逗善因，未来还有个无有众苦、但受诸恶之圆满归去之敬业养成圣地。
寿山台中法莲净土学会，至诚敬邀十方坛乐大德踊跃发心护持，福慧双修，共同完成千秋盛举，功不唐捐。洽询电话04-2291-3567，护持账号邮政划拨账号